这里是马卡普灯塔，在欧胡岛的最东端。马卡普灯塔就树立在这里。这座闪闪发亮的灯塔建于1909年，它是在600英尺高、约183米的山崖上。这个地方视野开阔，可以眺望到夏威夷最美丽的白沙滩，绵延的海岸长达1英里。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几个小岛，特别是形象非常深刻的我们近前的狮子岛、兔子岛、海龟岛等等。这里是海峡的进口，所以特别适合观鲸季节欣赏来往海峡的鲸鱼群。